再看到在竞赛跑道上面准备要登场的是男子1万公尺，哇，相当多位的选手前来参赛啊。 目前哦，报名最成绩最好的是来自高雄市的黄祥伟，31分09秒29。选手准备要来出发。即将起跑，男子的1万公尺决赛，参与选手有高雄市黄祥伟。 新加坡苏瑞勇，雅士声音周贤峰，台湾体大魏冠宇，高雄市朱俊泽，国立体大杨浩平，个人蒋介文，个人田瑞祥，高雄市王浩平，男士田径委员会吴瑞恩，桃园高中詹正轩，台北市李成宇。 台北市陈敬伟，个人连续负三重伤，公司冠军，清华大学陈贝汉以及菲律宾的瓦格都斯，大会纪录29分04秒90。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moment we present you men's 10,000 meter final heat one. International participant we have So Rain Yong. Representing Singapore。来看到在男子1万公尺的部分，有来自新加坡以及菲律宾的选手。The meet record is 29 minutes 4.9 seconds by Faxon Kandu from Zambia, established in 1996. 在大会纪录的部分是由尚比亚的选手 Foxen Kendu 所保持的29分04秒90，是在1996年所创下，他同时也是大会的5000公尺的纪录保持者哦。那在这一次的1万公尺名单当中，我们的黑色闪电蒋介文也是有参赛，比赛号码7号的选手。 以及泰国跟新加坡的选手都前来参赛，在1万公尺的部分，大家配速仍然是保持得相当的稳定哦，应该还是主要是在领先集团当中，最后再寻求这个突围的机会哦。 另外，在1万公尺的部分来看到，苏瑞勇来自新加坡的好手，报名成绩有31分12秒05。是，苏瑞勇已经是第三次来参加台湾公开赛了。他在2013年是参加5000公尺，那2019年则是参加，同样也是5000公尺，最后拿下了第三名。这是他第一次参加1万公尺。那他也刚在那个东南亚运动会的1万公尺夺下了银牌。大家如果比较有注意到，在社群上面的这些影片的话，应该可以注意到，就是他有在补水的部分去帮助他的对手。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是编号2号的苏瑞勇，来自新加坡的好手。他那时候。 就是大概跑了一半的圈数之后，然后有一趟补水，结果
结果他在补水的时候补完他的对手，那时候并没有拿到水杯，他觉得他补了一半之后还把剩下的水交给他的对手，最后对手夺下了金牌，然后他夺下了银牌。哇，这个运动家的精神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赞赏哦。那他这次也来到台湾，也希望他在一万公尺上面能够顺利的发挥。第一次来参加一万公尺，第三次来到台湾了。是，这也是我们在运动场上可以看到很可敬的这种精神。我们说得第一，得第一的话是第二，那人品是第一啦，所以我们很多教练也非常重视我们选手的品德。没错，那在一万公尺这部分的话，目前场上竞争还是相当的激烈哦。是，那在晚间的部分当然还有持续有许多赛事要准备进行哦，包含了决赛的部分，那也希望大家持续锁定爱达转播。78击到了，自己要慢慢出去啊。Yeah.
十项全能的部分，男子选手哦，可能在今天要完成五项的赛事，还是要来考验一下哦，这个四名全能参赛的选手是不是能够持续来保持自己的可能体能爆发力，还有在每一项中间的这个恢复能力。稍作休息一下，那晚上的成绩应该是会更好了。如果你有早，你有下午的这种比赛，那一。相对来讲，你已经算是有热身了，是，对不对？那来看到在一万公尺的部分，是菲律宾选手现在保持领先。那另外新加坡选手苏瑞勇，现在则是跑到了蒋介文的前方。这个菲律宾选手他是没有报参赛的这个成绩的哈，所以目前哦他是排在第一位。那苏瑞勇还有蒋介文选手，他们都是有报成绩的。蒋介文选手他的报名成绩是32分06秒42。那其实哦，那个蒋介文学长哈，算是学长了，学长辈的。他的强项哦是在马拉松，是。所以在一万公尺的部分，应该对他来说是。算是小菜，是。那应该就是平常的赛间的调整啦。是，就是我们会说，就是我们来比场内赛，场内赛来调整自己，看自己的一万公尺有没有进步。那如果一万公尺有进步的话，相对来讲，我们可能在跑马拉松的这个速度方面就会进步了。是。那他在今年的这个万金石马拉松哦，他是拿下国内的第一名。其实蒋介文今年来到了41岁，他还是会持续出赛，而且一直都维持在一个相当不错的水准。他真的是在中长跑，就是让大家非常非常敬佩的一名选手哦。是，他的成绩是他的马拉松成绩是大概2小时23分6秒。那来看到我们的全国纪录是29分12秒1。那在刚才有提到的新加坡选手苏瑞勇。他则是在刚结束的东南亚运动会的一万公尺夺下了银牌，当时跑出了31分10秒70，这个是他的，也是创下了新加坡的全国纪录。那我们还是希望哦，台湾的长跑选手能够再多出来一点点，是，不要让学长都跑在前面啊。目前还是菲律宾选手。好在领先的位置，那刚才我们也有提到，在上一段下午的时候也是有提到说，在新加坡的苏瑞勇在刚结束的东南亚运动会也是有一段佳话，在中间在补水的时候，因为他的对手印尼的好手 Sibolo 并没有拿好水杯，就直接通过，他就顺势跑出去了，所以没有完成补水。那他自己稍微补了一下之后，剩下的水就是直接递给了对手。是我们常常会在比赛场上看到这种超越冠军的这种精神，是我们就会觉得哦，我们虽然是互相较劲哦，可是我们是英雄惜英雄啊，是，对不对？最后印尼的选手 Sibolo 也夺下了金牌哦，所以苏瑞勇最后是夺下了银牌，但是这个成绩也是留下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市中署长问班发，来看一下菲律宾选手真的 ，Waddles 是一刚开始就维持在一个相当不错的节奏，而且跑在领先的位置啊。第三名高雄市张，没错。第二组的强度比较强，没错。再回到了一万公尺的场上，然后可以看到选手去拿水杯，可能有两个目的，然后第一个为自己补充水分，第二个让自己降温。那可以看到这个。菲律宾选手哈，他的跑步的跑姿，他是采取一个比较弹式的哈，可以看到他在弹的过程中比较，他的步幅比较大。那其他选手呢，他可能就是属于步频式的，有没有看到他的这个腾空？嗯，哦，比较多一点。那这个技术哈，通常会用在力量比较好的选手。
所以但是也没有说哪一种方式是最好的，应该是也是要看到选手个人的整个身体的素质。是，我们说如果说我们用步幅的方式来去增加这个速度的话，哦，研究里面是指出啦，你的力量要好，要不然你可能会受伤。是，那如果对于步长，就是你原本的这个步长原本就不好的选手，或者是你已经要接近受伤了，那如果你采取一个步频交换比较快的这种方式的话，你的受伤的几率就会减少。那像这些选手哈，我们台湾通常台湾的选手哈，都是属于一个比较平衡的啦。现在还是有菲律宾选手，哎，保持领先哦。选手还有九圈要来进行。像是一些国外肯雅的选手啊，沟通啊，刚才的这一次起跳，其实真的差一点点。是因为他们在落地的时候脚。他的脚吼跟重心的这个位置是很重要，如果说太前面的话刹车太多，太后面的话他可能会往前跌倒。我们来看到在一万公尺的决赛，选手应该剩下三圈不到哦。来看一下现在领先的苏瑞勇以及菲律宾的选手 Vagdos 现在是领先的选手。来看一下，现在其实，苏瑞勇跟 Vagdos 两个人现在目前是维持住速度而已，应该可能在最后一圈会想办法来冲刺。是，现在吼是属于在试探的过程当中，看一下你到底速度要多快，你什么时候开，或者是你什么时候要扰乱我。现在速度上面还是维持得非常不错哦。来看到两名领先的选手哦，目前已经就是超过其他选手，应该是一圈以上。是。然后现在是领先选手的最后一圈。好，最后一圈，大概从最后的300公尺就可以看出意图。所以就看苏瑞勇跟 Vagdos 谁要先来。是。加速。感觉在300公尺之前就先加出去喽。Vagdos 从外道这边来取得领先，而且这个速度马上提升。新加坡的苏瑞勇似乎没有打算去追了。是，哦，那这个后面的这个速度耐力的这个维持，哦，菲律宾选手真的是好多了。没错，哇，这个应该保留了很多冲刺的体力哦。是。来看到19号的菲律宾选手 Vagdos。现在是还有余力再观察一下后方追兵。是，不过对手并没有追上来。来看到 Vagdos 要来率先通过终点， Vagdos 留下了31分18秒50的成绩。那新加坡选手苏瑞勇应该是第二名来通过终点。前面也提到，他前两次来台湾参赛是参加5000公尺，这是他参加第一次来台湾国际田径公开赛参加10000公尺的项目。是，不过他的参赛成绩有31分12秒，对，所以他这一场的发挥应该是跟他的个人最好的水准也比较有差。好，接下来应该就是蒋介文选手。是。蒋介文选手
其实这一万公尺对他来讲，真的好像没有造成太多的负担哦。主要是真的是以他平时的马拉松来做一个调配哦。有点像是一万公尺来跑千五的那种感觉，跑的比较少，跑的比较距离比较短。那他自己在配速的状况下哈，他可能也没有那么快，因为他的主项是马拉松啊。看到雅士声音的选手来通过终点，周贤峰。黄霞奎，今年江南残联全运会一万公尺连霸了，要加油啦，常伟。魏冠宇，选手现在陆续通过终点。完成了男子一万公尺的赛事。